从1972年诞生之初，思域就代表着本田品牌不断超越、不断挑战的品牌精神，同时它也是全球2700万车主心中超越极限的信仰之车。今晚正值思域50周年，我在思域 Civic 品牌之夜将见证全情运动轿跑思域 Hatchback 燃情登场，拭目以待。12月20日，东风轰达 Civic 品牌之夜在上海举行，第11代思域 Hatchback 燃情上市，售价14.59至17.99万元。而无数性能控的信仰之车 Civic Type R 也作为彩蛋重磅亮相。从1972年诞生之初，思域就代表着本田不断挑战、不断突破的品牌精神。它是全球2700万用户心中超越极限的信仰之车。时至今日，历经11代车型、50载进化，思域同样深受年轻消费群体拥趸。第11代思域 Hatchback 共推出240 Turbo 和 EHEV 双动力选择，共6款车型。燃油版全系标配240 Turbo 缸内直喷涡轮增压发动机，最大功率134千瓦，最大扭矩240牛米，搭配新型 CVT 变速箱，同时新增 6MT 手动版本，车型赋予用户极致爽快的驾控体验。第11代思域 Hatchback EHEV 还搭载本田第4代 iMMD 双电机混合动力系统， WLTC 综合工况下油耗最低可至100公里4.61升，带来高冷低耗，畅爽驾趣。此外 Civic Type R 也在 Civic 品牌之夜上重磅发布，新车售价42万元。新车将于明年春天以进口方式引入国内，并将为中国用户提供专属车名牌，直观显示用户所购的 Type R 在中国市场的顺序编号。另外，东风轰达还将计划成立运营 Type R 车主专属俱乐部，让更多用户走在潮流前沿，体验独具本田魅力的汽车运动生活。